室哦、喔。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那跟作者讲说我在拆他的家，然后季汉在聊天室打退订退起来。你死定了！气死我了！作者，就你要拆人家家？母虾啊，我就没办法。你们是在最里面那一间吗？我最里面是我。我们现在散落各地。奇怪。来，马萨卡，感谢。天哪！你被打过是不是啊？我需要一点魔法。马萨卡，你有没有被打过啊？马萨卡，我要把人家家拆掉。哦，你不要拿斧头啦！等一下，可是斧头很强啦。斧头放起来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给各位观众表决好了，你们要看我继续拿这把很强的斧头，还是拿回神农药？快点说不要！赶快说神农药。这个香香要开吗？要来开吧。啊，钻石。来，这是又是卷卷，有一个头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真的，这个头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学起来呀！我需要补血，有人有金苹果可以给我一颗吗 ？I need healing， 这里。可是我只剩一那个两颗，所以我给你一颗木钩。然后金苹果又缺了。一二三四五，金苹果短缺，被吸走。我的血突破天际啊！多少？我的血有七条哎！我靠，这么多！有没有？好多怪！等一下，旁边好多，先插起来。应该是隔壁来的吧？拿球棒、木斧、拿对啊，他们都说支持我继续拿斧头啊！哦，这样可以拆掉啊！又掉，它是上面掉。你们钻石不拿哦？你要用？拿。看谁身上有钻石？我不是合成砖了。我身上没有了，我也合成砖了。可是现在合成砖，然后在兔子身上了。箱子里面有六颗，但是就是六颗没办法合成砖啊。下面又剩一堆了哦。来，我去下面玩，我去下面玩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他要死。不是，我去下面玩，可是你们等一下下来的时候，一楼可能不见了。哎喂！后面一只。原来在我后面。他们都超会用阴的，气死我了。马萨卡，地板没填满啊。好吧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继续打怪。下去吧。帮我数一下，我数不着这个圆圈。上面会有东西吗？我刚才也在看，可是发现没有，在数血量。不用那么多萝卜。哎，后面。法师，快跑！等一下，因为拿在副手，所以萝卜吃很快啊。萝卜。对啊。晚上怪变多了，马萨卡怎么办？打我啦！来啊，就再去别的地方啊。马萨，这个蘑菇，森林小屋，我们赶快走吧，这里怪好可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移动了，因为这一栋应该都差不多了。我在帮你们把周围擦亮。走了。你怎么印象死亡上钟那一关的场景了？哎，不是快点。对啊。蛮可惜的，因为之前。蛮喜欢 LCD 的，现在不喜欢了。都在 R 六。怎么抓个鼻子？你们全部不见了。你就不要抓鼻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找那个很多冰兔子那边吗？可是这里的传送门全部开完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觉得。确认一下吧。这里不是对啊？这里不是有一个小屋？再来啊。小屋哪里啊？哦，还有小屋啊？哪里啊？闪光信号，那是另一个岛哦。对啊，那个冰兔应该有人看到我们吗？马萨卡，有啊，闪光信号。这里要怎么进去啊？哦，这里哦，看到了。开门。叮咚叮咚。马萨卡。超烦。你不要再去拆人家家了。啊，那你们先去。太多人了。不是，因为我打就一定会拆家。马萨卡。作者有说这个只是怪物聚集的地方啦，是他家嘛？就是各种刷怪刷经验的地方。那全部打烂了？对啊，是怪物的家。那直接打烂了。哦，你说打烂这个家吗？这很简单啊，你们要看吗？我就不好意思。哎呦！超简单啊！超简单啊！丑死，这长得跟你一样丑。不是你自己跟你拎着那个稿子到处乱敲是一样的道理。对啊。哎呀，糟糕。你干嘛啦？不是他叫我把家拆啦、啊！快点！是你叫我拆的、欸，是你叫我拆的、欸。因为我在那边拆家。你有被打过、啊？你叫我拆的。好啊，走啊。
还有什么地方没看？哎、欸，这个家伙丑，跟你一样丑哎、欸。赶快走了啊！人身攻击，走了。有人对你的地图人身攻击。这个地图有没有？这个岛有没有像那个前面一样，就是有很高的树？有没有甜蜜的面包？甜蜜的面包。刚刚那个哦，这个啦，那个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。你刚看到很高的那个蘑菇啊，其实它灯下面有东西，你有发现吗？有生怪砖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啊，有，它每一层都有四个生怪砖。马萨卡。对啊，我也只有看到生怪砖。一层很高的蘑菇。蘑菇，那上面有那个荧光石。有啊。荧光石。这过得去吗？这个。这个脑袋残破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这跳得过去吗？这个。哦啊！有人陨落了。哇 ！What the？ 你是没有掉枪没跳？不是，怎么不好好的扑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一拿神农摇，然后跳过来，差点刹车不住，直接掉另一层。刹车不住，是因为有小跑步之类的。对，比较危险。好，我不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传送门啊？哪里？下面？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骗你玩创世神这么多年，要看我铺桥对不对？明就对面还下，哎、欸，你在那边，为什么硬要？你为什么硬？等一下，我先把这边点亮一点。哎、欸，是、都是高压苦力怕哎、欸。哦，不，我不喜欢。不行也得行。我今天看到隔壁岛的大猪猪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去点传送门。它开始转起来了。转呀转高压苦力怕。上面有那个啊。欸来了，下去喽！抢那头鹰，太多了！妖，你没有做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火力支援，不要再火力支援了啦！炸他们，炸他们！赶快把它敲掉！你不要再敲！老师，哎、欸，我的命都在你手里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下来会受一点伤啦，所以你们再用你的武器再打一下，应该 OK 了。那炸我们更痛，他那个炸的还……你是要知道我的厉害？你是要去放水下来吗？放水。对啊，快早上了，应该不然会变少吧？你快点啦，你快点，不然等一下下面你来下面看下面这一层要被我打不见了。老师，你就用一个他们碰不到你的距离啊！等，他被粉丝包了。上面有鸟，被粉丝，下面有一只妖孽，粉丝在你左边。我的粉丝在你左边，粉丝，你才粉丝。哎，垃圾，你收水干嘛？你收水哦，你这个垃收水哎、欸，不是因为我要长高了、啊，所以超多只，它要长高了。马萨卡，太多了吧这个？你放水下来啦，你不要收啦。不是，哎、啊，我还没到最高，我放下去我怎么铺第二？就是那人在到第二层。哦，我以为你要上去让我们一起爬、欸。我以为他是蛮想的。好重！哎、欸，兔子，你的击退也太远了吧？对啊，所以我会不小心把怪打到自己人那边。所以那个你每次只要击飞很远，你就第一个先看兔子。就是他害的，就你。头号嫌疑犯。哎、欸，放水下来。你不要给我丢一桶水下来哦，我上去全打爆你。哎、欸，你们讲都没想到。你要不要放啦？你要不要放？等一下，快到了。你直接看有没有东西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不要。如果有箱子，我们再上去；没有就……对啊，我先看过箱子好了。他等一下就在上面做一个箱子，我跟你讲。那摇你，然后里面满满的垃圾。摇你刚刚是直接传送吗？是我了。哼，还靠你啊？嗯？怎么样？对。啊！不要！白痴！拜拜。我的心。What the？要挂了吧、他要摔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他怕一个，很想陷害，很生气的拍了一声。哦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到底怎么？这也好可怕哦！不是，我刚丢中介珍珠飞到最上面那一层了，结果我要上去的时候没丢好，我直接回到地表。好啊，好事啊！笑你。我刚刚游在下面。再上来。好，上来。自己想办法了。自己叠上来吗？我看到小内。我好想要把那个生怪砖敲掉哦。因为这另外一头手不够长。我敲掉。你电梯上楼。电梯下楼。咋老搞啊？十楼到了。干嘛？家里进出去。
好凶。然后我要萝卜。小奈，你有方块吗？废物。我看一下。啊哦，萝卜、哦，我有啦。其实我一直犯。那就好啦。你们要先打灯吗？小奈拿楼梯。拿楼梯。哎呀，那楼梯上来了。好，开箱，好，开箱，我开，啊，对啊，来自深沉深渊的诀，自流药水，自流跳跃跟自流药水，有的事儿哦。低汉，为什么这个虚弱药水不是飞剑？没有，太坏了，还是拿去砸一波。有人提到飞剑吗？哎，把头还我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很瘦，我觉得我现在很瘦，我不想要变胖。大家不会挡变胖喽！哎不啊！你也难逃，我跟你讲。不是，我已经救到我自己了。哦，是哦。大家都变超胖。我们有两分半得待在上面了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没有一次直播可以当瘦子吗？哎、欸，这样子，你们有人看到上面有没有箱子吗？好哎，视野变大变远了。赶快看一下，我现在看到我是一只熊熊，好胖的熊熊。哦，很胖哎、欸。连开那个别的视角也是很胖啊，好胖啊！现在放大便更大啦！什么放大便？什么放大便？我了吗？放大！兔子，你怎么那么胖啊？你才胖了！哎呦，白痴！大家都一起在上面变胖了。你要我在上面休息两分半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在上面淋雨，然后有一个是。你在笑什么啦？脸好大，你走开啦！这么孤岛的东西，在干嘛？我没有收水哦，我没有收水哦。是因为太壮了吗？我比水掉的还要快。那我要收水哦。死胖子才到，水现在才到哎。死胖子，我可以收了吗？傻眼。哎、欸，我好了耶！直接跳下去就好了。走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直接跳下来就好了。它下面有那个水，我觉得这样挺悠闲，挺悠闲的是吧？过着悠闲生活。哎、欸，作者说蘑菇岛还没结束啦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有还没探完的地方。对啊，那走回来啊，走回来啊。等一下啦，还有30秒啦。忘记了你怎么那么久啊？你在胖啊？是比较多。对啊，你走那么久啊？我不能控制。你又不能控制温刀，也是啦，变胖这件事很难控制啦。Thank you， 可以控制你就不会变胖了。对啊，小心哦、喔，走的时候小心哦、喔。好可怕哦、喔，这个岛真的超可怕，这里怎么这么多皮肉？黄色字的牛头可以换东西哦、喔，你们刚有人拿到吗？哎、欸，我丢，才把它丢掉的时候，就现在讲。哎、欸，垃圾人呢、欸？我好像也丢掉。谁知道啊？哎、欸，屁孩，你看这是我刚拆的家、欸，哎，是你吗？可以不用打你。我们刚刚去了几个家、啊？好像蛮多个的嘞、欸，两个吧，两个吧，两个。因为我看到好多家哦，好多家。啊，每一家都要去猜一下吗？可以不用这么明显的辨识。麦当劳、万能宫，猜过就是我们去过的。没结束是指这个地方吗？要上去吗？啊，我觉得那个树超大的、啊。感觉应该就会放一些东西吧，它感觉大，有点像那个天空秘境的大树，只是那个招牌大树，蘑菇版本，好累啊、喔！看看，谢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配色再加上这个树，很有金什么银行的感觉。有人有水吗？哦，你说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超像金什么银行？哎、欸，不要吗？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什么城？对，这根本金城银行吧？这个，哎，超像，太孬了，超级像，抓到官商？不是金城银行超烂的好不好？我刚刚帮他们工商。哎呦，你看、喔，心姐。上面的朋友可以放一桶水吗？等一下，我先上去看看。上面的朋友，那我看见你们的双手。别闹啊！你们在开演唱会哦。一起嗨！他超高的，等一下。你把跟我一起嗨的伙伴杀死了。我想说，耶！哎、欸，我要剧透吗？又不见了。剧透什么？上面的人，傻眼。上面，季汉说，季汉说树没有东西，是左边的另一条路。左边哪里？嗯，那算爬一下吧。嗯，没有啊，你们我，所以没有东西我就下去喽。哎、欸，作者说树没有东西。
这些垃圾人。什么垃圾人？好，那我要快速挖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有啊，然后好，我下来了。左边，我不太知道左边的另一条路是没看到路哎、欸，我从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知道我刚刚从上面这个挖木头下来，那个木头挖太快了，我还会摔伤哎、欸。跟我之前挖石头一样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